大家中午好，我们今天来做炒海参哦。因为海参之前我们做过红烧的，然后也焖过，还有做过什么海参羹哦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来炒海参，所以家里有海参啊，不管什么样的海参都可以用哦，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。所以今天这一个特别容易，特别干脆啊，所以只要我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这些配料，有鸡蛋、萝卜、OK、香菇等等的，其实就可以很好用，而且炒出来的很好吃，还不要紧哦，很 high class 哦。妈，你的麦怎么反掉？反掉啊，对，这样子会摩擦到很潮哦。等一下啊，对。Hello， 熊顺，中午好。Hi， Christina Chua， Good afternoon， everybody。耶，今天呢、啊、已经进入这个星期就过年了啊。Hi， 跟黄阿姨打招呼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 要过年了，我准备过年了，今天要炒海参。这么你跳一下，这么你跳一步。走歪掉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你要中间一点哈，是吗 ？OK， 好。材料全部在这里哈、哦。是的。我们这个菜，我们只是用到这个干而已哈、哦。这个叶子，另外我们可以做煲汤啊，什么都可以的哈、哦。OK。对对对，我们只用到这一个部分哈、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干的部分。我们今天只用到干的这一个部分 ，OK。叶子我们就没有用到了哈 ，OK。叶子我们留起来做别个菜哈、哦，好吗？来，帮我分享出去一下。金英语做这个，真的太容易，太容易了。Hi Roslyn，Hello Jasmine，Thanks for sharing， 谢谢你们啊。Elaine Go，Hello Eva Wong， 大家中午好。你们年货预备到怎样了哈？年饼 ，OK。Grobo 也炸了，阿扎也预备了哈，肉干也预备好，应该是可以过年了哈，是吗？哇，我有看到很多粉丝们呐、啊，你们 share 的那一个，在我们食谱群里面 share 那个饼干啊等等的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，是阿姨看了就觉得好，对，黄金泡菜也做了，饼干也做了哈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大家很厉害，很多很多都有做呀，然后哎，看到会想吃哈、哦，会有哦。你看，妈，这个就是你的那个来了啦。你看，你每一次 show 好吃的给大家看，大家透过屏幕看。现在大家不是就 show 给你看他们的好味，你透过屏幕看和 enjoy 不了。好。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炒海参了喂 ，OK？ 来，材料很多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呢？因为这样子炒出来才比较漂亮哈、哦。它比较卡得住。来，跟你们讲解一下材料。第一，我们用到香菇 ，OK？ 给大家看啊，你看这一个是香菇干哈、哦，我们就是把它切丝 ，OK 吗？然后还有就是 carrot， 也是切成这样条状的。然后还有就是cabbage 哦，长白，可是长白菜呢，我们用到的只是它的干的部分，你看到吗？像这样子用它的干的部分而已哈 ，OK。然后还有长白菜60 gram 哈，我全部多少 gram 我都打在那个pin to top comment 那边了。然后大葱我们也会用到一些，然后 crab stick 也会用到哈，你看螃蟹肉这个也是切成一条一条状的。然后鸡蛋我们用到4粒 ，OK， 然后 A 蛋哈 ，OK， 然后最重要的主角就是这个了，这个就是海参，所以海参切丝哈 ，OK， 所以我建议是说不需要用太大个的海参，你用小小个的，然后跟它拿来蒸好，只要蒸软了之后切丝就可以了哈，好吗？所以大个的海参呢，你拿来焖，拿来烘。红烧也是切断了哈、哦，嘛酿哈、哦、酿海参对，如果比较大个的海参你拿来酿，比较小的你就拿来切丝哈、哦，好吗？小的你拿来做海参羹，然后拿来炒海参都可以、哦。对对对， okay. 然后调味料方面呢，我们就有盐、
晶晶盐。哇，阿姨的那个 container 也过年，你看到吗？阿姨有新的 container， 这个 container 很好用哈、哦。对，阿姨的朋友送的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以后我们直播的那个盐的 container 又加分了啊、哦。很喜欢，很美。感谢阿姨的好朋友啊。好，谢谢。OK， 今天我们会用到盐，盐一个 teaspoon， 然后呢，鸡精粉。一个 teaspoon 鸡精粉在这里哈，鸡精粉看到吗？现在还有 labeling 了咯，厉害了，哇，鸡精粉哈 ，OK。然后胡椒粉半茶匙，料酒我们用到料酒用到多少啊？一个 teaspoon 哈 ，OK。然后麻油用到一个 teaspoon，and then 还有生抽也是用到一个 teaspoon 的 ，OK 吗？所以事不宜迟，全部材料讲完了 ，OK， 那我们就开工了喂。来，我们来开工了，好。哦，全部材料移去旁边了哈。哎妈，你还没有讲哎，黄阿姨哟、哦， okay. 还没有打招呼。大家中午好，我是黄阿姨，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炒海参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我们已经弄好了，就可以 go away 了。Go away， 可以 go away 了。今天我们用锅，直接用锅来炒哦、嗯，很方便的一个食谱。所以呢，如果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突然间想要吃的话，就可以点回这一个直播来看哈、哦啊，好吗？嗯、啊，因为这一边的太容易了，这个太方便了，材料什么我也一一跟你讲解了。如果到时候你们看这个直播，你就跳过前面的材料，直接看我们炒的步骤哈，可以吗？来给你听过年歌一下哈。Hello Margaret Wong， 哎，看阿姨的脚怎么样呢？嘿嘿。Hello， 你在忙什么？没有，那个热水被我关掉。哦，热水被关掉哈，所以你现在要热水是吗？哦，你等下，你在做什么？穿烫什么东西？海参。来，我们海参用热水穿烫过啊。OK， 烫一下。来，烫一下，它没有那个滴滴滴滴粘在那边，比较容易炒。不会粘稠粘稠的，比较好炒啊。来，放一点生油啊，放一点油进去。放点油进来。Hello Mary O，Hi Smith V，Hi Teresa Lim。Hello Wendy Chu， 大家中午好。中午好。Sushi Queen，Hello， 今天穿红红啊，是咯。OK。Hello Wong Hie Ding， 来，你放什么进去炒啊？姜啊。对，刚才我少讲了一个哦，我们还有姜啊。啊，姜也是切成丝 ，OK。我这个姜煎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拿出来，因为它有些小朋友啊不喜欢吃这个姜哈。对，不喜欢吃姜的哦，这样你怎么要炒姜呢？炒一下，有味道哈。等一下这个啊，它等一下放下去炒它，它就不会有腥味哈。哦，我们放姜炒一下去腥哈。OK， Hi Mary Law， Hello Cheryl Ding， Good afternoon， Alice Bong， Angeline Mimi， 大家中午好啊。我们炒一下，我们就把它拿起来哈。哦，如果我喜欢吃姜的话呢？那就不用拿。来，朋友们，这个步骤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不爱吃姜丝的哈 ，OK， 那么你就炒完之后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如果您很爱，那就省掉这一个步骤啊。现在我们就下大葱和萝卜哈 ，OK， 这边给我干你酱，这边干你酱，割肉，也把香菇跟它放下去哈。炒香。Hello Michelle， 中午好 ，Gang。蛋，等下会用到四个蛋哦。最近我们这一边蛋很缺哦，是吗？会因为大家都在买鸡蛋，做饼干，做饼干，做蛋糕哈、哦。OK。对。这些都是必需品，蛋销量很快、
对对对，嗨春哇林，中午好。对，我们把这个加进去。我们翻炒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才把那个蟹条和长白菜的杠啊，那个是长白菜的杠哈，都加进来。都加进来。杠是哪一个部分呢？就是刚刚加进去的，就是这一个白菜啊。我们只要这一个部分 ，OK 吗？白的部分切丝 ，OK 吗？好，怎样切丝这样吗？不知道哦。一丝一丝的哈。哎，看不到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一丝一丝的 ，OK 吗？切成这样一丝一丝的，放回去。Hello， 林林 ，Elaine Chow， 秀儿。Carol look， 哇，小妹中午好，开饭了，是咯，等一下就吃那个炒海参了哈。我们现在把主角海参放进去。妈，你觉得这整个炒海参的过程呢、啊，最难和最挑战的是哪一个部分？都没有难。没有难，全部都很容易，是吗？没有难，你看是不是都没有难？只要你把这个东西炒香，然后你把它拿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就调在蛋里面就可以了。哇，这样子哈、嗯，我最怕就是处理蛋的那一个部分，其实、嗯，因为有时候蛋不是弄到太深或者太熟啊，都没有那么好吃啊。所以说，所以说，我觉得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期待你等一下炒蛋的那一个部分，因为它有学问的。Hi Wendy 哥 ，Hello Margaret Wong， 他讲帮安跟 Andy Wong 买的那个海参很好吃啊，已经吃了很多条，哇，太棒了哈！来，现在炒好了，我们马上拿起来啊，就是这样翻炒一轮而已哈，好吗 ？OK。如果要分量多和少呢，大家可以自己拿捏、啊、可以吗？你喜欢什么多一点你就放哈。对，雷中医啦，因为这样炒一下不是主要我们是它的色泽啊，你看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哎呀 mushroom 的颜色跑不进去哈、哦。其实 mushroom 可以加多一点，那么就多一个黑色的颜色哈、哦，看到吗？蟹条也是带一点红色这样子，所以会很好看啊，你也可以加 ham 哦。哦 ，ham 更好 ，ham 也有另外一个色。啊，你也是可以加 ham 的。大家中午好，深爱豆迟到了，没问题哦。Hi Lancy， Hi Wendy Go。来，现在我们来打鸡蛋喽。OK。调味料全部还没有下哦，是吗？啊，调味料全部还没有下、啊。Hi New Can Chong， 我们现在来打鸡蛋，给你们看一下阿姨的调味料已经 upgrade 了啊。今天用的调味料还蛮多的。一边打蛋哈，可以看我 pin to top 的 comment 哈。阿姨今天有新的 container， 如果该迟进来的朋友可以注意到，你看最近有 label 了啊。还有盐、啊、哇，很高兴哎，很喜欢朋友送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好朋友送好礼啊。OK， 以后直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么美的 container 哈。可以加黑木耳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加了黑木耳特别漂亮哈。你要切成一丝一丝的、啊、，Teresa。来，我们来加调味料。哦，现在把调味料加进去。首先，鸡精粉。来，我帮你念，鸡精粉一茶匙 ，OK， one teaspoon of chicken stock powder， OK， 盐半，盐，我讲盐一茶匙哦 ，OK， 胡椒粉半茶匙，或者说胡椒粉少许啦，看个人喜欢，可以吗？其实阿嘎阿嘎一点点就好了，胡椒粉。然后接着下去，我们就要生抽一茶匙哈 ，OK 吗？
生抽一茶匙才一点点了吗？啊，不要太多，因为等一下把那个鸡蛋颜色弄黑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要那个鸡蛋的颜色黄黄的。OK， 是的，所以我们尽量生抽没有放很多哈。然后麻油呢，我们就放一茶匙，也是这个是麻油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料酒，料酒等一下，料酒等一下才下啊。然后现在我们把刚才翻炒过的材料放进来，这个真的好简单，好简单，很方便，可是很好吃。OK， 而且看个人喜欢，可以加不一样不一样的材料。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加？你们可以跟我打上来吗？我们大家一起集广思议一下哈。海参酱炒会硬吗？不会，不会哦。海参有先煮软吗？有哦，已经是软了的哈。Emily 大妈，对，你是要拿硬硬的来炒。Michelle 讲哇 ，got labor some more easy to ask Asu to help 啊。Next time 直接跟他讲，达林，我要盐哦 ，OK， 达林就会把盐拿来。以前啊，跟达林讲不是盐哦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盐，哪一个是糖哦，是不是？你看阿姨多么疼阿叔啊！来，我们这个来来来，我们这个锅不是要给他啊涂诀窍 cream 哈，哦涂 cream 嘛，确保他不要跟你抢鸡蛋吃哈。哦，有时候你这个锅洗过了哈，你如果那个油洗的太干净去，不是他就会跟你抢鸡蛋吃哈，好不好？来，秘诀来啦，我们要热锅，而且要涂油，好吗？涂油像涂 cream 这样。给它一点蛋过一下。哦，你这个蛋液哪里来的？这个是 testing 的哈。哦，过面。来，这个步骤很重要哦。如果我们要炒出来的会刚刚好呢，就要先做这一个步骤啊。如果你的锅是180的，你就不用哦。啊，我这个是不会，因为有时候他还会跟我抢哦。有时候很难会有180完完全全 non-stick 的锅，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下这一个步骤。啊，我这个是不会脱的哈。哦，来，就把那一个蛋液跟它丢掉。OK， 拿走哈。所以现在这个锅就叫做预备好了，你懂吗？阿姨，这个是铁锅来的啊，所以啊，如果你要是 non-stick pan， 盖那个步骤。拿汤匙来，拿汤匙来烤你的鸡蛋，你千万不可以学啊！黄阿姨很小声哈，是吗？哦，不要紧，等一下我叫她大声点，哎，我帮忙讲就好了啦。OK， 嗨林月里 ，Hello Shelly Choi， 嗨萧炎，来，我重复一下，刚才那个步骤是必须的 ，so that 我们现在。炒这个有鸡蛋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粘在那个锅上面哈 ，OK 吗？嗯。我们不要太紧张去拉它。我们不需要太紧张去捞它哈 ，OK。筷子这样转转转就好了哈。是的，妈，你过来一下，我 test 一下看你的麦有吗 ？OK。过来我这边。OK。没有开到，你的麦没有开到，奇怪，还是 啊现在这样哈，这样转它，啊，现在才有对，嗯，阿姨现在的麦应该是有声音了哈，我们这样转它转它哈，它就会它们就会连接在一起哈，对啊 ，OK 吗？听得到阿姨讲话了吗 ？Hi Wilson Nancy， 这样子 ，Amy Chua 又学到一招了 啊，对，这一招超好用的，看到吗？啊，它就不会跟你抢吃哈。如果说你的锅不是180那地的，你就是做这个 cream 奶一点茶一下哈，茶 cream 哈，你看这个做炒出来特别好吃，而且那个蛋不会太熟，也不会太生哈。对对对 ，OK。Amy Chua 也有一个铁锅，还不会用哈，就这样用啊，就这样用，对对，就这样用哈。OK 了，安迪的麦有声音哈。哦 ，OK， 这个放一点，很好。原来安迪的麦盖一直都没有声音，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很啰嗦，全部都是我讲完哦，所以你们没有发现到啊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料酒哈，来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才加料酒哈，宝贝，嗯，料酒一茶匙哈，一茶匙哈，你要多味道可以多一点哦。
可以加多多多多的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喜欢，你喜欢，因为煮菜就是这样子，你喜欢哪一个香料多，你就可以放多多，它不会失败哈。雪肉很好笑，他讲小妹，我告诉你，一进入男家门啊，就没有这么好声好气了咯、嗯、是哈。叫老公是怎样？哎，你跟我那个盐拿过来，这样子，不可以哈，不可以啊，要温柔哈，不可以的。阿姨有温柔嘛？啊，你有温柔对阿叔吗？有，一点都不心虚哦。他讲到，有。嗨，莫赖，下午好，分享了。啊、你看，他这样炒到这样就可以了哈。你看，我 OK 了。Zoom in 给大家看清楚哈。啊、看得到吗？这样就 OK 了哈。OK、告诉你，这种炒法、啊、包成功又好吃哈、嗯，是吗？它就 OK 了，对，好、啊，好的。阿姨呀、啊，注意疼阿叔，这个炒完第一个吃的不是我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一定说阿叔，你来试一下看，我今天炒的这个好吃吗？哎呦，我就跑很远了咯，太肉麻了。也没有哈，我们全部人一起吃哈。Andy so sweet and lovely 哈、啊，你要倒去哪里？倒这个碗这边。倒这个碗里面呢、啊嗯、？OK， 好，来。哇，这个碗好大好圆哦、嗯。来，最后教大家多一招。你以为现在炒好，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教你了吗？哼哼哼，你错了。OK， 这一招也是要教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摆盘很重要，好吗？嗯、这样子，所以为什么特地要拿一个碗 ？OK， 圆碗哈、嗯，把所有我们刚才炒的这个海参、嗯，按它，把它放在里面呢。嗯，还要这样子按它哈 ，OK， 按压它。对，按它，叫它做好好的哈。哦，你们全部背背好好。对，它就很听话哈。他就很听话，会背好好的。确定、嗯、？OK OK。然后最后你要压它是吗？嗯，压它，压它，把它按紧紧哈。OK、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，它才会圆圆哈。要把它扣出来哈。啊，要把它扣到圆圆的那边，就是团团圆圆哈。功夫来了哈、嗯，来了。黄阿姨和阿叔是恩爱夫妻，是咯是咯，我也受到感染哈 ，OK， 所以我也是一个很爱说笑的小妹。然后反过来，对对对，哎，反过来那一幕我很想看呢，我觉得一定很好看。什么？反过来？你会拿起来反过来哈？哦，就是。刀克你？就是用板盘刻过去就好了。刻过去？啊。来，我们看他表演一下。他去穿功夫衣一下哦。你去哪里吗？哦，你去拿菜哈。嗯。他去拿摆盘用的菜啊。来。这样子啊。这样子。哦。盖过去。哎，哦，原来是放这里哈。对。我通常以为直接放进盘里面，不是啊。来，朋友们，直接放在那个碗上面哦。放这里。OK 吗？四片够吗？嗯，够了。够了啊。够了。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学起来。如果你要放满满的，密密麻麻也可以哦。啊、你要放多多也可以的哈、哦，这样子的。四片也够了啦哈、啊。这样子。来，你剪刀扣干。这样。这样子哈。来。这样子哈、哦，这样。会，哇，有功夫哦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呀。哇，漂亮吗？哎，还有一点字哈、哦，可是字不多。它有一点点，它有一点。喜欢吗？喜欢的刷一排乐上来给我。还放葱啊？葱花放一点。啊 ，OK。OK。漂亮哈、哦。Andy, you got forgot anything 吗 ？Today？ 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上次鱼翅忘记。去年忘记把鱼翅放进去就炒鱼翅哦。人家他们还会记得。对、哎，大家还记得。如果你们还记得去年黄阿姨啊。素鱼翅哈是吗？炒了忘记把鱼翅放进去，今年海参有进了，今年海参在里面，不可以忘记了、哦、是很漂亮哎，来帮你转360度给大家看一看，嗯、你看这里会有一点洞洞哦，所以如果你们扣下去的时候，记得要扣平一点，啊压紧一点，压紧一点哦、嗯，
这样它整个才会紧实好看。所以如果刚刚有朋友跟我讲要放黑木耳啊，你都会很漂亮哦，因为它也是有黑木耳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强了，这一个厉害吗？所以这一个啊可以作为大家的年菜的其中一部分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年菜之一哈。对，年菜之王之盆菜哈。哦，年菜之王是盆菜啊。年菜之王是盆菜。年菜之后嘞？年菜之后没有哈，这个是年菜的小弟是吗？老二，这个老二啊，哇，这个不错哦，名字是老二哦，哇，阿姨讲的啦，我不懂。阿姨说这是老二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。对，我喜欢吃哦，等一下我就是去吃这个了哦。对，我们喜欢。请好厉害，这个好。然后盆菜你会打算教大家吗？会，我你们谁想要看盆菜的吗？盆菜我是想放在拜五酱。拜五酱哈，来，有谁想要看盆菜的？你跟我打想上来哈，想哈 ，OK。因为今天就先跟大家打广告一下，现在有300多个人哈，喜欢啊 ，OK。哇 ，King Ho 很好哎，你看阿树开始出名了，妈妈。啊。他说：“黄阿姨、黄小妹、黄阿树，中午好。”哇，阿树也有被带上哈，真棒。有放黑醋吗？可以放黑醋吗？可以的。如果要放黑醋，可以哦。OK。然后，黑醋是你拿起来吃的时候才放哈。哦。拿起来吃才加。你吃的时候，所以它不会黑黑色的，就disturb 到那个美感哈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小妹改天找老公要你爸一样的180%好丈夫，50%你就不要了哈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一句话讲出来啊，雪肉不是我开心哦，是黄阿姨最开心哦。她的老公是180%的，她讲。哎，那个靠缘分哈，靠缘分哈、OK。要靠缘分哦，缘分来了，你要走都走不掉哦。缘分没有来，一直追也没有啊。想啊，如果想的话，朋友们，这个星期五哦，来临的星期五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做盆菜，对，我们做盆菜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波 before 我们收工啊，对，收工过年啊，对，所以星期五我们 last 收工了，然后要过了年之后 then 放假哈，放假之后才开再开播 ，OK 吗？对，我们放假过年哈、对对对、所以星期五呢，我们的直播不是在中午哈，不在中午，是放晚上哈，晚上8点、OK 吗？放8点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做那个什么年菜之王哈，年菜之王，做年菜之王啊，8点晚上 ，OK 吗、可以啊，来，你们要记得提醒大家一下哦 ，OK。This Friday 8 PM， 大家告诉大家哈、对，跟他们讲8点。盆菜里面有什么好料啊？盆菜里面啊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好料哈、是各种各样的、就我们的版本嘛，你们来看我们的盆菜版本好不好 ？OK，、可以可以。然后这个星期三我们是捞生啊，捞生对，捞生的话也放在网上哈、是吗？几点吗？6点啦，6点、哇，这个礼拜节目很多啊，一直变，放六点，所以时间表有改变啊。星期三晚上6点，星期五晚上8点 ，OK 吗？对，有凶顺，星期三有哦，星期三晚上6点捞生的。就是我们教怎么样自己做捞生，对，有造型的哦，不是普通这样摆摆哦，有 shape 的，OK 吗？有 steady 的哦，OK。所以这一些预备好了之后，那么我们年夜饭又能够捞生，又有年菜之王，对，你说好不好？对，好吗？对 ，OK、哇，超宵夜哦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送进来，会看重播哦，在做年饼 ，OK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送祝福进来。好，想的朋友记得要来看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年菜小弟，我觉得是小弟。阿姨说是年菜二哥，炒年菜二哥炒海参哈，就完成了啊。OK 吗？希望大家桌上都有这一盘，吃了之后一家团团圆圆，健健康康，对，好吗？对 ，OK。记得大家拜三跟
拜五星期三星期五、啊、对进来看哈对 Hi good afternoon Linda Lo Dio Mi Won、嗯、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对谢谢你们哎，帮忙拍一个照片一下我们拜三见星期三见 啊, 啊 OK 来星期三见 来看这边一二三 OK 这样我们就星期三见面拜拜 bye bye